永恒地爱存不存在，只是短暂相聚，何必要我再来，请你了解。红玲 你晓不晓得有一位在我们影歌市山西的一位鬼才艺人，我大部分都认识，大部分都认识。嗯，我个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崇拜。哦，他不但能歌能演能导能编能写，而且最特殊的一点，他教了很多学生桃李满天下。桃李满天下，对，你知道是哪一位吗？卖水果的。你胡扯，不是卖水果的啊。桃李满天下的这位，我特别给各位介绍一下，他最近有一首新歌非常非常好，珍重我的爱。我们掌声欢迎刘家昌和刘爱玲小姐。就像第一次见面，像